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很简短的告诉大家，青花椰菜我都怎么洗它。青花椰菜呢，我都会像这样子，我的洗菜盆把它蓄满水，然后用这样的方式，按压按压的方式，然后让水可以渗透到青花椰菜的叶片里面，它的花朵里面，它的一些流杂质啊或者虫虫，它就会流出来。这样之后呢，我才去切。那切完青花椰，你一定不放心嘛，会想再洗。没关系，就简短的洗一下就好了。我通常蔬菜我都是在要料理之前我才会切它，然后记得青花椰菜它不需要太高温，因为它有一个萝卜流素，太高温的话就会把它的营养素都流失掉了。每一个不同的蔬菜有它不同的料理方式，青花也是这样，所以交给大家咯。好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